黑人陈建州与范范范玮琪结婚三年多，终于在日前传出范范怀了一对双胞胎，喜讯一出，除了受到各界祝福之外，外界对于是否是人工受孕都相当好奇呀。而黑人在录影空档时接受了媒体访问，我们确实是有去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，这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讲很辛苦，对范范来讲更是，我很感谢他为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。关于大家都关心的范范的情况，黑人说起来也是心有余悸呀。害喜是没有，但是他情绪起伏，开始慢慢有点诡异。怎么说？就会觉得我在家好像呼吸都犯规这样。哇，看他开心的模样，真的是恭喜他啦！一会全娱乐，期待双胞胎。台北报道。关注威尼斯，关注全娱乐。最亲爱的你，最别样的水城，最别样的威尼斯，最荣耀的闯入者。我在威尼斯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毅。我在威尼斯，我是赵薇。我在威尼斯，我是郝雷。我是王小帅。8月27号，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冲。